库尔提拉斯人与大海密不可分，我们从浪潮中得到力量与勇气。有段时间，我们因为恐惧和不信任而分化，但是因为猜忌的风暴，让我们忘记应该如何团结一致，如何当一家人。今日，联盟旗帜会在库尔提拉斯领土上再次飘扬。无论未来要面对的是什么，我们都会一起面对。我在听。如果跟库尔提拉斯人向来爱好冒险，我深信你所做的事情会带给联盟荣耀，让库尔提拉斯自豪。请代我向国王致意，不论你身在何方，都别忘记心系大海。恭喜你在火源之界获得的成功，但光是赞美为了国王的荣耀，朋友，圣光保佑你。影响了蓝龙军团的命运，我们欠你很大的人情。需要帮忙吗？为了荣耀，把你的法杖交给我，让我们注入强大的力量。最后，塔瑞克狗杀，我们姐妹的精华，由你帮忙带着，而他选择了这把法杖作为永久的居所。愿他的存在能为你带来助力，并陪伴你。我们蓝龙军团由衷的感谢你。永远忠诚。